志在必得，志在必得，我就不信我这次买不下一个糖瓜头来。哎，嘿，这安平府的人怎么看着一个个忙忙叨叨的呀？啊，三爷啊，三爷，哎呦呵，爷，您出的可好啊？哎，您怎么还叫我爷呀？你是爷呀、啊？哦，三爷啊，你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跑出来了吗？啊，看见了，我往那边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叫住他呀？为什么呀？嗨，他落下东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他慌慌张张的把挂在厕所墙上的两大串钱给落下了。钱啊，你看，你来、啊、哎，你看，这看来不是个富裕人家。嗯，丢了这么多钱肯定会急得不得了啊。那您当时怎么不喊一声啊？哎呀，如厕的时候不能说话呀。哦，再说了，嗯，我发现钱的时候他已经走了。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三德子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在这等他啊，等他回来你把钱给他啊。爷，咱还是出去再说吧，这儿怎么不合适啊？那您瞧，这哪有老爷在这儿茅厕等着拿钱的？您等着哈。啊、哦，是不太合适。就是。哎，啊，三德子啊，在。你这几天不是哭着喊着不想当老爷了吗？哎、那对，我那正好啊，你把这身衣裳脱下来啊，嗯，我给你拿回去。你脱了老爷衣裳在这等，不就合适了吗？哎呦，呸！我怎么这么哆嗦呀？我爷，那我三德子，哎，朕命你守住这茅厕，等那苦人儿来将钱取走。这，哎，四爷，你看，法爷，法爷，爷，啊，哎呀，三爷，法爷呢？可找到你们了。你们来了，哎，爷，那我一人守这寂寞，让法印跟我一块儿守着吧，啊？可以，哎，谢谢，那就一块儿守吧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你来的太好了。为什么太好？让你跟我一块儿守茅厕啊？这事儿你从来就忘不了我，不干啊？哎，那我。老天爷啊，你是没长眼呐、还是长眼了？长眼你看不见呐、铜钱儿啊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那是我一个一个攒起来的，从嘴上，从手上，从孩子的肚子里，老婆的手心里，我是一点一点攒的。三德子，你看，什么？然后穿在皮条里，那么一大堆。比我的命值钱，比我们一家的命都值钱，比谁的钱那都值钱呢。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从饿肚子到肚子饿。那年我还想吃快馍，我都没舍得买呀、我不能动那钱，那是我的后半辈子。
比前半辈子要好，要风光，是不是他？啊，要有好吃的后半辈子，我可以睡寡妇，吃油条的后半辈子。好吧。王三算什么？他寻媳妇儿，那比我晚的多了。他怎么就能成天的啊，就着豆腐喝大酒啊？他凭什么呀？他妈的，他就敢吃豆腐，他喝酒，滋儿滋儿的，滋儿滋儿的，他给谁看呢？他啊？我要攒钱。我他做什么东西啊？他啊，我不尿他，他不就是个里长吗？我攒钱，我要是过不上吃香椿喝酒的日子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过日子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？哎，法爷，是不是他？啊，不像啊，他光说话，也不到茅厕里去找。哎，你不是见过他吗？认不得了，这样人那不是挺多的吗？那过日子过给别人看的。再说了，他攒钱干嘛呀？啊，你先盯着，我再睡会儿。哎，想看我的笑话啊？门都没有，我让你看我的裤子，我让你看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你想看啊？你呀、啊，你还看不着呢你？哎，你见不着我，你笑谁呀、啊？哎。可怜，可怜我这趟过头，是当不上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法爷，他来真的啊！快救下！哎哎，嘿，我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他掉下来了。会的，这人要是倒了霉了，连死都死不成。二位兄弟啊，帮个忙，来系一死扣。啊？主子，你还没睡呢？万岁爷睡了，给三德子他们留的饭呢、哦、在锅里，我等着他们。哦，咱们一起等吧。哎，小桃红，万岁爷一晚上也没提见了郭洛罗氏的事儿。嗯，万岁爷呀、啊、他一定没见着，许是见了也不愿意告诉我。三德子要回来就知道了，我可真怕他见那些个亲戚。啊！去去去！哎呀，不行，你别捣乱！啊，这回结实了，掉吧！啊，谢谢。嗯。啊！哎，等等！哎，你等会儿。啊！我说啊，你真想死啊？真想。谁为什么想死啊？死了，王三儿就不笑话我了啊！你这人真可怜，是活给王三儿看的。哎，
这王三为什么笑话你啊？笑我没钱。没钱就没钱呗，我不是也没钱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这下午的时候我还有钱的我。我这等等啊！我问你啊，钱呢？钱啊？我攒的钱丢了。你还是为了钱而死，俗气。哎，他丢钱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啊，你丢多少钱？这20两。哎呀，法爷，你别捣乱，你这问着呢。这个，您啊，两串儿。哦，嗯，为两串钱而死的人，我还头一次见到。哎，你丢哪儿了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嗯，这茅厕你进去过吗？安平城所有的茅厕我都进去了。哦，那你进去看一眼去。我啊，对呀，你进去看一眼啊。进去啊？对，去去去去去去。进去去去去去去。嗯，哼，哎，这回啊，不是他丢的也是他的了。三德子，那你就这么找事主啊？哎呀，什么不是他丢的，就是他丢的。哎，我认出来了，他就这么一疯样。哎，找着了，真在这儿，动都没动啊！你说，在这臭茅厕里，挂着我的两串香香钱儿，我的香香钱儿啊，我香香钱儿啊，我香香。算了算了，钱找不到就别哭了。哎，先快把裤子穿上吧啊！我的后半辈子，气死王三的老板儿，我的香香钱儿，我的香香钱儿肉。哎，别哭了！我的个香香钱儿啊！别哭了！哎，我说你小子，这钱丢的时候我没见你哭啊，他找着了反倒哭了啊！哎，哎切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这钱到底干什么用啊？是买粮啊，还是抓药啊？啊，不买粮食，也不抓药，啊，这是我的后半辈子，我后半辈子香香钱儿啊，我买官做，啊，卖官，啊，这人疯了，甭理他，咱走吧，啊。我要买最小的官儿，跟王三的官儿差不多的官儿。啊？哎，什么官儿啊？什么官儿？专管杀牲口的汤官，知道吗？啊？汤官知道吗？嗯，专管杀牲口的汤锅头。哦，我这后半辈子的汤锅头。哦，我要买个官做啊。你真要买官啊？这此地的官是买来的吗？哎，这大大小小啊，驿站、司户、税科，那都得买啊。哦，买个最小最小的一个汤锅头，后半辈子的汤锅头，就在我这两串香香钱上了。哎呀，喂，都找不到。哎，你瞧，蹲了大半夜了，这钱是为了买官的啊。嗨，小子，问你在哪儿买官啊？红太茶楼2楼，明儿50起，大家都去买官去啊。哎，买官去，买官。哎呀，这。哎，真的假的咱管不了，反正可以向万岁爷交差了。走吧，回去睡觉去。哎呦，阿弥陀佛。哎哎哎，喂，四顺子。哎哎啊，四顺子。哎呀，四顺子，哎，四顺子，站住。哎，
哎呦，哎呀，是你们两个呀？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找您呢。找您。哎呀，我也在找你们呢。啊，哎，昨晚上，施主找着了？找着了。啊，把钱还给人家了？哎，给了。他急坏了吧？啊，几乎上吊。啊，那好啊，你们这不是救了一条人命吗？也救了一官儿。啊，救官？嗯。啊，他救什么官？买官，那些钱是他用来买官的。什么？说是今天午时在洪泰楼，安平府知府卖官。这不是笑话吗？哦，你们两个少了一叶茅厕，等来的人却是为了拿这个钱去买官的。对呀。对。这官怎么能卖呢？我不信。咱们再看看去。要不去看看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哼，光看有什么用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咱也买个官来坐坐。啊，我走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月光，有二，别挡着。笔墨纸砚，门房珠宝。让开，让开！快点，快点！再晚路就买不着官了。行，师傅，看来这买官的还真不少啊。走。哎，看看啊！过去过。不比。要什么官就举什么牌子，第一桌就下三千两，就举这个，对吗？对，听我的。哎，干什么？站住！拿下！我是买官来的，我。他是来买官，你让他进去吧，啊，让进去。哎，进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进去啊！别磨蹭，快进去。哎，官是没错，你放听我的，没错，你就下。这是八千。哎，我一问题。那，嗨，哎，你看这个。哎，多少多少？肯定没问题。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别喊！哎呦！坐。你把这招贤榜给大家念念。是。招贤榜，安平古都，锦三江带一湖。民风古朴，本府在任之日，与民同治，与民同乐，与民同兴。今广募贤士，招贤纳士，得以共治安平之乡土，特此安平知府郭通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走吧，这是买主子写的什么？招贤榜，知府大人出的招贤榜。你们看吧，你路上也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，万岁爷该是高兴了。小桃红，什么时候咱们想想办法，私下里那个什么远远的去看看他，看他还是不是小时候的样子。一城一纸，乃我安平之门户，每日迎来送往，承上启下，上可抵达京城，下可通乡间，十分重要。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功效也。一年一千两吧。太值啊。这一年也不好挣啊。就是一个知府一年的俸禄才多少啊？就是啊。我要了。哎，刘相公，我要了。冯相公应了。我要了。哎，李秀才又应了。我来了。
好，王姐这价格又涨上去了。有劲，二位、哎，我打听一下，这千里江陵一日还怎么讲啊？你是个生客吧？是不是也想买个官坐坐啊？我来看看啊。我告诉你吧，这知府大人做此事雅得很呐，从不提钱。不过呀，他要说千里，你就听成千两就对了。嗯，果然是雅得很。李白，李白如果在世，一定会为他的诗句骄傲的。到了如此的地步了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哼，真成了名句了，难为得很呐。哎，还有哪位举牌啊？还有哪位举牌？一城一职，还有哪位举牌啊？哎，一万两我要了。哎。定了，千门万户同同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啊，爷。梁王安石的句子也给用上了，雅，果然雅。真卖了，哎，我说多少钱呢？啊，一万两。啊，这可是千门万户。哦，哎哎，我，哎，哎，嗯。这卖了以后钱给谁呀、啊？开玩笑，钱当然给知府了，还会给皇帝老儿吗？来，府仓司库。哎，各位爷，这府仓司库乃重中之重，所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也。库在，则民安，国安。啊，时日红莲不上钩啊！哎。好，这多少钱？一百两。一百两啊！哎，那你怎么不买啊？你要愿意买，你快点买啊！待会儿要是不买，可就买不着了。哦，哎，有没有人要啊？府仓司库有没有人要啊？啊，那个有了。哎。好好，本府的民风就是这么淳厚啊，真有知难而进者。来，大家给他鼓鼓掌，鼓鼓掌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这位先生，这司库一职为何没有？听着管一个大仓司好，但这仓库啊，实际上是一个有库无物的空仓，躲都躲不及呢。嗨，那位仁兄跟你一样外行，他还高兴呢。司狱司谁要？我要我要我要。道济司谁要？我要我要。尹客司谁要？我要我要我要。我要了我要我要。经理司。我要我要我要。好好，定了定了。喧哗！我无聊，我要买官，买个官的。此人疯了，让他说。老爷，我有两串钱，昨夜失而复得的两串香香钱。我要买，买个杀牲口的汤锅头。老爷，钱给您。我不会念诗，说不出数来。把话说明了吧。我就想买个官的。不得胡闹，没此官职，拉下去。慢慢慢慢慢慢。难得他一片热心。没有咱们可以设嘛。师爷，你呢，给他开个汤锅头的屁书啊。本官鼓动人众踊跃参与地方公益。这两串香香钱拿过来收下。拿过来拿过来吧。
哎，让一点，让一点，我给老爷，我给老爷送钱去，我，老爷，谢谢谢谢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给我这后半辈子，我可当官了。王三儿，你小子等着吧，我可当官了。哎，请问这位爷怎么称呼啊？哎，少小离家衣锦还乡的法二爷啊。 法二爷好。法二爷现在是灯火钱塘三五夜，更无一点陈随马。好，红鞋是跟上李绅士。好，已经是这个数了。法二爷锲而不舍，可敬啊，可敬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，别喊了。我要。哎，既然大家把这事看得这么哑，我也不帮哑一次。白香山的句子，一破杀来一破去，一重浪灭一重生，本大爷我志在必得。谁还喊？把你们手里的钱拿出来跟我比一比。好。哎，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痛快过。嗯啊，想当官都想疯了吧你啊。比不了白香山了，这官咱不比喽。这官没法当。好好好，这位法二爷真是好举呀。说客司一职万分重要啊。有关国家大计呀。好，万里来从海外村，没想到今年倒是生面孔抢了头牌了。好好好。哎，至此关关有其主了，23个职位招贤完毕，很好，各得其所。诸位，恕本官先行一步了。等等，哎，怎么还有人呢？什么事呢？还有一个官儿没有出手吧？哎，还有什么官？23个官职，加上本官今天新设的汤锅头一职，全都各有其主了。哼，还有一个没有，我一直都在等着呢。没了？哎，真的没有了？知府大人，您知府一职还没有开价，怎么就要散了呢？玩笑，知府大人一职如何出手啊？查下去。说，哎，慢，有意思。今年的招贤大会比往年都有意思。卖官卖到现在，卖出高潮来了。请问，贤师大名啊？萍水相逢，何必问个名姓呢？再说了，你们这儿不是只问钱不问名的地方吗？说的也是。本官有一句名言，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而是有钱能使磨推鬼。钱不是什么坏东西。有人说，人一生有三途，图官、图利、图自在。我没有那么多图法，我只有一图，图钱。有钱了，不就有了自在了？这自在了，不就有官了吗？哎呀，从来都是听说学而优则仕的，啊，怎么变成了钱而优则仕了？哎，你的官儿不是读书读来的吗？不错，那时候我不就傻吗？像我这样的绅士，还用读什么书啊？花钱买个顶戴，那不是更方便吗？
当官为吏，为吏当官，下边得利，上边得利，一切就都简单了。哎，皇上得了利，皇上也高兴啊。似乎有理。话已至此，我就更想买你的官来做一做了。哦，开个价吧。说句不自量的话，我啊有钱。哎呦，有钱，真有钱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把官和钱看成一回事儿，这事情就简单了呀。说得好。嗯，话说到这儿啊，我也不能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脸。啊，我原不想多说的。既然遇到了你这么有性情的朋友，我不妨多说那么两句。朋友，我不打听你是谁，你是谁我也不怕，就是当今的皇上来了，他也得让我三分。好，我给您开个价。一万两？没那么高，一千两。一千两就卖了？贵呀，这有什么？价格还算公道吗？啊，别急，容我把话说完呢。是一天一千两啊！哎呦喂，一千两，这个不可能。哎呀，这是啊，这你说这不就花扯吗？也还公道啊？哎，哎，真给钱！从明天起，你这个知府我买十天，就卖五天。哎，怎么有钱你不挣吗？哎，只卖五天，并且这五天我拆开了卖，冯丹呢是你，冯双还是我的知府。你一三五，我二四六。哎呀，这么卖的。我不得不说上一句，嗯，你呀，真会卖东西。好，我应了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还真是，是啊，有气魄，嗯。